出来敲起钟楼，一只小人来送货，客上的东西实在是十分好啊。文化学习的笔记本，笔铅笔名句还，姑娘喜欢的小花瓣，小伙儿扎的新围脖，钻进了球鞋泡里头，打球岁数不怕多，秋衣秋裤好好脱，人来又暖和，小孩问你是嘴呀，老杨杨你好好乐，老大娘见了我也能满地呀，我给他带来好怕玉的烟袋嘴儿，